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你一样毫不嫌弃地抱起衣衫褴褛满身污秽的我。我其实一开始我也没有打算救你嘛，再说了我落魄的时候也没比你好到哪儿去，还怎么嫌弃你啊？房枫小姐跟我不一样，她从小就有人呵护她长大，人长得又漂亮，眼光挑剔点那也是正常。你最美，即便是我现在这样。虽然知道你说的是假话，可是我依旧很喜欢听。我说的是事实。你有听过大荒内对你的议论吗？他们议论我什么？他们议论你特别的好。我知道我配不上你，这世间有许多健康聪明英俊的男子。景，抬头。涂山景，抬起头看着我。你怎么能因为房枫莺莺嫌弃你，你自己就嫌弃你自己了呢？别人因为你的外表、财富、表象来判定你，你自己难道不知道你自己是谁吗？我昨晚有一个男人逼我亲他，可我现在却只想亲你。